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大般涅槃经》经本第295页，我们今天从295页经文第六行，这个中段，护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数量心，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295页经文第六行中段，护持善男子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护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数量心，能为一切诸善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不得见贫穷众生，无言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起慧思之心，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隐乐。所谓饮食车尘衣服华香床物，床物舌载灯明，如是施食，心无系缚，不生贪着，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心尔时无所依执，妄想永断，不为布施、名利、利养，不求人天所受快乐，不生骄慢，不按反报，不为狂他，故行布施，不求富贵。凡行施食，不见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知识此非知识，施食不见是气非气，不择日食，是处非处，野腹不计饥馑丰乐，不见因果，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富不见施者，受者即以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无有断绝。善男子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布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我们继续前面菩萨五行圣行梵行这个部分，是说明菩萨心住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那就是菩萨的修梵行。那你既然修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所以那当然这是以布施为下手那布施里面，我们一般讲有三种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那财施的部分呢，外财布施比较容易捐点财物啦器皿啦等等这比较容易。那内财呢比如说为众生跑腿当奴隶帮他服务
他要办事情呐、啊，你帮他跑，那他办什么公文之类呀、啊，申请什么资料啊，你就帮他跑啊，财司啊，哎，真内财啊，或者是为众生啊，这个奉献，想尽办法让他能够啊解除他目前的困扰、困难、他的疑惑等等啊，有关相关知识上的回答啊。这是属于内财，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用你的智慧去帮众生解决他的困难，这属于内财。啊，那还有内财，比如说你布施，我们捐血啊，捐这个什么骨髓啊等等啊，捐我们身上的器官啊等等啊，现在还有捐肾啊，比如说。有的自己家人呐、啊，或者等等捐个肾呐、啊，等等，这个都属于内财的布施。嗯，内财又比较难一点。那无畏施呢？啊，就是说，哦，这个令众生免除怖畏，比如夜间点灯呐、啊，放生呐、啊，护身呐、啊，啊，这铺桥啊，造路啊，让大家能够行走方便了、啊、等等，嗯。啊，或者是，啊，让他解除恐惧啊，让他心里安定啊，安稳，这都属于无畏施，这也比较难，那最难的法师，法师是什么？你自己要懂佛法，你自己了解佛法，还要你真正依教奉行，啊，你真的能够服烦恼，最起码你要烦恼能够服得住啊。如果你脾气很大，还是一样很大，啊。你的贪欲很强，还是一样贪欲很强，贪嗔痴慢都很强。那佛法现在大家啊脑筋都很聪明，读书啊读久了自然就懂。你读了几十年一定会懂的，但是你法师一定是嘿没有办法教导人家修行的，因为你自己都不能断烦恼，你怎么帮人家断烦恼？法师的目的就是帮众生断烦恼、离苦得乐啊，不要在三界生死轮回啊。你自己的烦恼一大堆，啊，名利心放不下，看不开放不下，你怎么能够帮众生看破放下？所以佛陀说啊，你只有懂得这些佛法，可是你自己烦恼不断，贪嗔痴慢，啊，那你要帮助众生解脱烦恼，无有是处啊。所以法师，你要透过你真正的修行，啊，最起码你能够烦恼扶得住，不要到阎浮，你要扶得住，忍得住了。有点经验，有点修行的心得，啊，所以不是上国文课，或是上什么哲学课，不是在上这个课程呢、啊，是要谈一些你修行的经验，你碰到什么关卡，你应该怎么来突破，这是比较重要啊，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呢、啊，那老法师比年轻法师，哎，大家比较能够听他的说法，因为他修行有经验了、啊。他有经验，但老法师如果他不是真正在断贪嗔痴，他讲的天花乱坠啊，众生也其实得不到受用，所以修行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财师、法师、无畏师这里面最难就是法师，你要真正透过修为有所领会，你才能够帮助众生，把你的经验告诉他，啊，让他能够解脱烦恼。那最简单的就是。外财呀、啊，财务的布施啊，这个车床啊，这个食物啊、衣服啊等等这些布施，这是最容易做得到的。所以这里就举这个，还最容易做得到了。如果做最容易做得到了，你都不，还不，就都不容易做了，都不去实践了，对不对？那这个慈悲喜舍度量行，这慈悲就变成空谈了。那慈是以乐嘛，悲是拔苦嘛。众生缺少这些东西，这是最容易做得到的。你应该去帮助众生啊！那我们请看经文啊。说护持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度量心，能为一切诸善的根本啊！这慈悲喜舍，这是修身心啊！慈心、身心、大悲心，慈悲这两个，你看我们菩提心有菩提心。当然，如果是真正发起菩提心，那就是正念真如心，心不着有无量边，而能够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这样的心是真正的证得了菩提心啊，升起了菩提心的作用。但是我们要证入这个境界，证认真如心的这个境界，那我们要从事上下手。事上下手啊，当然把它解释成三个方向：这执心、身心、大悲心。执心就正念真如，啊，身心就乐极一切善。你看，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能为一切诸善的根本啊。那乐极一切善，啊，这三十戒定慧、三十七道品啊，啊，这五戒十善、菩萨戒等等，这都是一切善。你看，这一切善范围非常广啊，啊，包括我们的四弘誓愿，这是一切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从事相上发菩提心的内涵，这是四种。所以佛的一切愿都是从这四弘誓愿开出来的。你看，是说善法有这么多啊，光一个戒就舍利益戒、舍善法戒、饶益有情戒，都是舍善法。但是这一善法的根本在哪里？就在这里呀。你看，事无量心能为一切诸善的根本，在乐极皆善，从这事无量心，就是它的根本啊，而且诸善的根本。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不得见贫穷众生，无缘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升起慧思之心啊，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稳乐啊。所以菩萨摩诃萨，虽然你读这大圣经典，但是你看到这贫穷众生呢，不会升起无缘大慈。无缘就是什么呢？啊，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那我的朋友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关系啊，视同像自己一样啊，无缘大慈啊，像自己一样。你看你对自己没有什么好缘，是自己嘛，无缘大慈。所以到了无缘大慈的时候，就化为说我该如此啊，本分事啊，就是该做的事情啊。所以菩萨观一切众生都像自己一样，他看一切众生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因为法界依就是一切，法界是一个真如相，就空性变现出来的，众生同一个体性变现出来啊。所以都视一切众生如己啊，像自己一样啊。所以菩萨若不见贫穷众生生无缘大慈，不是看到他就好像自己在受苦一样啊。若不生慈，则不能生慈慧思之心呐、啊。如果我们有了缘呐、啊，这是我的亲戚，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个当然我要帮助他，那这个是跟我无关的、啊，是中人呐、啊。哎呀，这个在给别人去帮助他了。那如果是看到自己的冤家啊，这个活该啊，那这慈悲心都生不出来了，一般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啊，对这个不如我们自己的，我们容易升起帮助他的心、慈悲心。哎，这个很可怜，你看他很可怜，三餐不济啊，他生病了、啊，帮助他。如果一个比你富有、比你荣华富贵人，他遭了难了、受了苦了，对不对？一般人都说他那么有钱的，他自己去处理呀、啊，还劳得我去帮忙？但菩萨不是这样。菩萨是随喜他的荣华富贵，哎呀，他在世间呢、他过去是能修福啊，今天得到大福报啊，他过去修福啊，我替他高兴。但他现在有困难了、啊，菩萨一样乐意去帮助他。为什么？知他之间不隔毫端呢、啊？我们同一体性，依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所以菩萨心量广大，能够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心量非常的广啊。为什么？真心就是这个样，真心的心量是无量无边无有边际啊，所以菩萨心量广大呀。所以菩萨若不能见贫穷众生生无缘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升起慧思之心呢、啊，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宁乐所以看众生需要什么，你帮助他，让他能够离苦得乐，他目前最需要的，你帮助他。但是你看，在这里只有讲到外财布施，还没讲到内财以及法施，因为那是刚开始
用功，我们一般都是从外财布施，外财布施你能够做得到，你才有办法做内财啊。所以你看有些人他那捐点钱啊，你去放生啊，去做些什么啊，他捐钱你去帮我买啊。但是这个放生的人他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了、到海边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些野生的动物啊，或者是这个海鱼啊，淡水鱼现在都可以用人工来饲养，所以你要多少他就可以给你多少。所以那个自然的鱼，海洋捕捞的鱼啊，他像到海边去，那真的是从海上捕捞下来。有的人就是那么一大早就去那里买，因为如果你晚去了被他买光了，那你就要买第二手，那比较贵。买了以后到海边去晃，还要小心浪啊，有的浪很大，你不小心会被浪卷下去啊。那有时候那个浪边太近了啊，你把它放下去，一不小心好像就碰到岸边的石头啊，也会受伤，所以还包个船出去啊。那船上有的人还晕船，晕得头一年的话回到岸边还在那里吐。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同样是放生啊，无畏师放生，但是呢他已经包括在内财了。那外财容易打个电话，你帮我放多少钱了、我明天就拿钱来了，他不去了。所以外财不输，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呢，他外财很容易啊，但叫他那么一早起来去做这些事情呢，而且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有时候海边的浪很大啊，那这个就需要有更一步的层次。所以菩萨如果连外财布施他都做不到的话，那这个菩萨就是空谈了，他都很难行菩萨道那做个治疗还差不多啊，要行菩萨道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在这里这说得很清楚啊，以施因缘令诸众生得安宁乐啊。所以你看这里所讲的，所以饮食、车程、衣服、华香、床卧、舍宅、灯明啊，你看这里讲的是内财，不外财布施而已，还没有讲到内财，为众生牺牲奉献了、为他服务了、为他跑公文为他解决困难这属于内财布施劳动自己的体力跟自己的智慧，这是属于内财。那当然捐血啦、捐这个脊髓啦等等啦，还有捐器官啦，这也是属于内财。那内财比外财更难，所以外财可以放得下，内财也可以放得下对不对？你身见才可以放得下，身见放得下，妄想才可以放得下。所以这个宠在这里是只是先讲外财，这容易做得到的。所以在外财布施的时候，如果你刚学菩萨，刚学习佛法行菩萨道对不对你就开始在东想西想，在那里起分别心，那你外财都很不容易做得好。所以刚学习佛法的人刚开始行外财布施不要在那里起太大的分别，等到你慢慢对佛法理解了，有智慧了你再来除了外财以外，你还可以加上法师，加上内财等等，一起来帮助众生解决困难。但开始我们学习外财，在你学习外财布施的时候，就不要起太多的分别。底下就告诉我们，如果你起太多的分别到最后你都不想做了一看对不对这个布施的时候，这个人装得这么可怜，这怎么假的，对不对？这怎么装出来的你开始就起怀疑，本来想要布施一千，万一是假的，不是被骗了吗？100块就好了，对不对？那看这个人呢，那他拜姐是不是装的？谁也会可以装这个拜姐的，一波一波的。本来要500块的，50块就好了，十分之一就好了。你心发不出来所以刚开始先入手的时候，先不要去想这个，不要想这些。所以很多学佛刚出手的时候，他往往会觉得他好像很上了很多当，对不对？等到他慢慢的几十年以后，他有智慧了，他可以。行外财以外还可以加上法布施，告诉他如果行外财以外还看到有的人对不对他自己懒得动，自己可以做，自己可以跑那你不会我教你那你不懂我带你去，那有智慧了，开始有智慧了所以刚开始学菩萨道是很热心但很热心有时候有俗话常常讲对不对你给他鱼不如给他一把钓竿，是不是
让他可以自己钓，所以你要教他会啊，这叫教他智慧，这开始已经有内财了，教他智慧再教他了，所以这是初学菩萨道最基本你都做不到，就在那起分别，你就很难提升了。所以我们不要看着，哎呀，他这个不是这，我们学了好像，好像学的根本不，好像有点笨了，学的就笨了，就什么来就给什么来就给，好像有点笨了，对不对啊？佛法不是要讲智慧嘛，就是开始入手，否则的话你根本就布施不出来呀、啊。我们请看经文呐、啊，所以你看这几样，对我们来讲，尤其像现在啊，大家生活都很安定，这个不是困难。我经常看到，哦，我们那个街道的这个巷道里面啊，在那个巷道的十字口，不是大马路。当然，我比较少，都在巷道里面，八米巷、十米巷的那个交叉的路口啊，都是旧衣回收，有没有一大桶旧衣回，绿色的桶子，有没有？我经常看有人，哦，提个大桶子，像一大堆这样，慢慢在那里丢到那个旧衣回收桶里面。所以呢，旧衣回收桶每天都可以收很多，收很多啊。所以他们有的是把它啊。这个显干净的或者有的送到海外去救济，有的拿去卖，我听说就显漂亮一点拿去卖，卖了以后他也是一样做慈善的了啊，这也是好事情了啊。所以像这些衣服啊、卧箱啊、床具的，那现在你要是床具要布施给人家，那旧的人家都不要了，对不对？有一些弹簧床啊，还蛮新的，就被他丢掉了。人家就换那个欧洲进口的，很软的，那个旧弹簧就太多了，所以弹簧床太多，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台北新北市政府很聪明，他用那个卡拉卡装上的耙子，哇，他妈一耙，哇，他说速度啊，以前的这个。扒一个那个弹簧床啊，就他拿里面那个铁片，那个全部外面那个要拿掉，啊，要好几十分钟，现在说两三分钟就扒开了一个了，你看太多了，数量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对我们来讲不困难嘛，对不对？饮食、车程、衣服、香花、卧床啊、食材啊，证明食材有难一点呐、啊，其他都很容易的事情，要先从外财布施，所以这个。如是施时，心无系缚，不生贪着，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体。啊，我这样做啊，对不对？这个三轮体空，啊，我养成本分，化为本分事，我应该这样做的，这理所当然。我自己生活已经够了啊，那我多余的给让大家来分享，是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再来就是贪嘛，贪得无厌这样而已啊。啊，我们学佛人最重要是要把气贪了。那我还累积放在家里仓库里面，啊，人家外面很多人需要，我去累积摆在家里，我通通点下去用，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有这样的啊广大心，这样的心是去向阿耨多罗三体呀、啊。所以要修学大心菩萨，大心菩萨心量广大，就是证入无上正等正觉的善巧方便啊，很重要的一门呐、啊。所以，这个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体，也可以能够增长我们修行的资粮啊。其心尔时无所依止啊，他心很清净，他觉得这本分事啊，有什么值得做好事情？这本分是我该做的事情呢、啊，所以心很清净，没有依止，没有觉得哎呦我在布施，他是接受我布施的人，你看我比他伟大。啊，他是受我布施者啊，我送过他什么东西没有啊？都该得了他啊，他都我只是把我多余的东西给大家用而已啊，啊，我们都很正常，这没有什么，心里根本不会记住这件事情，啊，我把这变理所当然了、啊，本分事啊，说心无所依止，不会去记得这件事情，啊，不会像梁武帝一样做了好事情。见了达摩祖师，第一句话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情，有多大的功德啊！”啊，真的心有意志了。这啊，人所不能往啊，啊，我所不能往啊。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我所不能往，你就不能证到绝代的境界呀、啊。啊，爱因斯坦说的好清楚啊，相对论，有我就有我所，有我就有你就有他，你就见不到一就是一切呀、啊。我没有了，一切就是自己，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己啊。所以我没有了，万法悉皆归，这一切万法都归于你了。你的起心动念都跟法界相应的，都会感应的。
啊，当你我没有了，你起心动念真的菩萨都帮你了，因为你跟法界感应，感应到家、啊、所以起心二时无所依止啊，妄想妄想永断，不为不为名利利养，不求人天所受快乐，不生骄慢，不忘谎报，不为狂他啊，故行布施，不求福慧啊。所以你看这底下就说明起心二时无所依止的内容啊。这个妄想永断、啊、不会再期盼一下我有多大的功德，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情、啊啊、我将来得到多大的福报、啊、妄想永断，不会不为了、啊、不会为了修福、啊、改变自己的命运、啊啊、怎么样、啊、或者名利、啊、或者利养、啊、不求人天所说的快乐了、啊啊、不生骄慢了、啊，不忘反报了、啊，不为狂他了、啊啊、你看我能够帮助人家、啊，你看我高人一等，不会狂他，就自己非常的傲慢啊。有的人布施会捐钱，很傲慢的、啊。所以你看有很多地方啊，这个那个大施主啊，到那里啊，人家好请他坐前面，最前面的贵宾席，还甚至还在台上、啊，对不对？那个台上坐在上面，每个人一把花，一朵花插了一把花，有时候还请他讲话啊，他讲话都很高兴，这就是狂他，这个就是狂他的意思啊。啊不会狂他哦，自己觉得在上面很有尊严，很尊贵，啊，这狂他呀，故行布施，不求富贵呀、啊，所以，啊，这布施就是三轮体空，真的三轮体空，本分事我该做的，就是舍啊，这种布施就是舍，所以舍除了冤亲病痛以外，还要，啊，化为本分事，就理所当然的。我有什么好计较、好分别？这是我多余的、啊，我给人家，我自己够吃够穿，我多余都给人家，人家需要我给人家，这很正常啊。所以外财很容易做，所以如果外财呢，我们还在那里起分别、啊，那真的很难实践。第二个内财，还有无畏师、财法师，那就更难了、啊。所以这是个基本一个起步啊。所以凡行施时，不见受施者，啊，持戒破戒是田非田呢、啊？此是知事，此非。非知事啊，所以你布施的时候不看到，你看这是接受我布施的人啊，或者是啊，我布施的这个人有没有持戒或者破戒啊，这是不是福田啊，这是不是布施他有没有福田呢？要布施给菩萨才有福田呢、啊、布施好人才有福田呢、啊、布施给坏人就没有福田呢、啊、说不定反而助纣为虐呢，哦，还要检讨一下。所以如果你一个刚学习布施的人就马上起这个分别，到最后觉得布施不出来的啊，对不对？一看这个人看得怪怪哦，对不对？这个人好像有点不是好人的样子哦，布施这个好人，布施不是好人啊，布施坏人没有功德啊，这个好人才可以布施多一点。你心到那里分别，老是在那分别，心怎么会清净呢？你怎么会提升境界呢？所以一出手不要紧，我们先学习啊啊，这就是被骗了、啊，也我还在学习嘛，我第一步就先把心量打开，所以要有基础，要有步骤。所以真的，我有常常听说很多学佛的人呢、啊。啊，刚开始很多都上当，对不对？而上当了，后来慢慢知道上当了，他就知道该怎么来应对了。但入手的时候上当不要紧，啊，对不对？吃点亏没有关系，对不对？学经验，学习我们自己能力，把自己心量上当了，哈哈一笑，对不对？我刚刚学佛嘛，对不对？啊，这是消业障啊，都不消业障，所以不要一学佛。一开始要学布施就怕上当，哎呦，这万一有吃亏的上当怎么样？那就不会布施了，的确会说明了，啊，所以先不去分别这些，先从基础下手，因为你是刚学习菩萨道的慈悲喜舍受量心，而且还是外财布施，不是内财啊，那么又不是法师啊，所以呢，刚开始不要去分别啊，说此事。知识此非知识、啊、这是不是善知识 啊如果这个是善知识、啊、供养善知识、啊、功德比较大，那这个是恶知识的，供养他一点功德都没有，对不对啊？马上起分别了，那这个起分别在你还没有智慧以前，这起分别就会障碍你的菩提心了。所以施时不见是气非气啊，不择入时是处非处啊，是不是的说还不去看这是不是根气，你看他的这么秀气，看起来他智慧很高，这是一个根气啊，看起来你看
有点白痴白痴的样子，这个一点根气都都一点气都没有啊，根气都没有了啊，给他一点点就好了。这个看起来，你看，哇，眼光非常的明亮啊，桃花明树红，对不对？这看起来善根励志，这个多一点啊，这个多一点啊，这个一点意思意思就好，你马上起分别，一入手菩萨道就起分别了。你怎么能够做到平等布施呢？你就做不到了。所以入手不起这些分别啊，平等布施，一样布施。啊，你来了，大家都一样啊！这么多人需要人来帮忙啊，大家都一样。我自己的多少，大家平分，平分。刚开始，啊，用这样来平等布施啊啊！所以，这个是不见失气非气，也不择入时啊，不择啊良辰吉时我才出来布施啊，因为良辰吉时布施、啊、比较有福报。啊，这个加上了啊，这个天时地利啊人和，加上了这三个因素进去，我这个布施的功德会增强，会加大效果。那、啊、你起了这个布施，你不是增长我法二字吗？啊，在那迷惑颠倒，不仅仅我们自己的碰到了任何事情，佛都告诉我们不得择入时啊，是处非处，更何况你布施还。则入时是处非处啊，那不是更颠倒吗？啊，所以这个佛不是叫我们不要问啊。你看有些人，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说是这个我们不懂的话，可以把不会问三宝，但你要很虔诚的问三宝。所以我倡议了一本那个观音灵感课啊，我里面写一些方法啊，佛在阿难问是佛经凶经，那是人天佛法呢，学佛的初阶呢。那说得好清楚啊，啊，不要这个择入时啊，解咒了、卜卦了、算命了、啊，不要这些。你有什么困难，请问三尊啊，就是佛法僧，请问三宝，请问三尊的佛法僧三宝，啊，佛之玄通无所不知，他圆照法界，整个法界就自己啊。所以五蕴六入说是十八界，是尽虚空时。遍法界、四法界、三千处啊，就是佛的心体啊，啊，就好像一个平静的水面上的倒影啊，佛怎么不知道？那我们天天佛弟子，我们天天在做早晚课，在你做完早晚课的时候，来请问三尊，那感应道家非常灵的，啊，非常灵，啊，那你看那个印，那个《地藏三经》的《旃查三罗耶宝经》，它的卷上就在教你印度方法的，就问啊。普问啊，他用木轮啊，我记得好像19个木轮，那个问起来很复杂，你要先把旃查三罗耶宝经的卷上学会才行。他最主要是普问你是可以，是不是可以写真如实观啊？如果是不行，那你就写唯心是观。那如果你坚决我就是要想写真如实观，因为真如实观是要靠悟性的啊，它不是用推理。啊，唯心是观可以用推理慢慢推推推，那你了解这万法这事所缘事所变了、啊，事外无尽了、啊，这一切境界都是我自心的相，啊，心外无别法，这是我自心的相，叫你了解这些道理，这个用推理慢慢推出来，啊，但是了解空性这我完全要开悟啊，这个眼前的境界就是当体即空，那全是即理啊，哪里有正报生界、异报世界，啊，它全体是真如，法界尽真如。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觉性，啊，随着根本无明、见识无明呐、啊，有的着空，有的着清净，哈、啊，有的着喜乐，有的着五欲六尘，加上造作变出来的十法界三千诸法，就像好像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念心变出梦境一样啊。它那当体就是空性，所以一空一切空。那这个要靠悟性，而且你理论知道还不行啊，啊，有一句是跟我讲，对不对啊？啊，那个，我最近这个。这个有一本那个达摩大师悟性论，对不对？但他看得懂，我说哎，不错不错，当然用功精进，看得懂不算了，你要感受到啊，看得懂你看得懂感受到了，哎，那真的跟修所成为相应，看得懂根本没感受啊，你看的还是这些啊名闻利养啊财色名食睡啊，你看得懂有什么用啊？啊，那就是收拾书宝的，你要感受。啊，所以佛法，哎，既然你修，你又感受到了，所以那个感受到了，可以算是大悟。感受到世间，这当体即空，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空一切空中，从体性来讲，从真如体性来讲，
从佛性上来讲，这整个内根生外气界一空一切空，是空如来藏，而且你要感受到这才有用，这算大悟啊。那一假一切假是它随着缘起，我刚才说了啊，我们在人间的这缘起是根本无明、见识无明，还有我们走了五欲六尘，加上我们懂得持五戒、修中品善，才会生到现在这个时候，不会生到非洲去啊，对不对？那都很苦啊，是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算是很幸运的啊。虽然常常有那个飞机来扰台，但是我们还没有什么太强烈的感觉，对不对？啊，不过我们的军人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啊。是不是生在这个时代还是蛮幸运，我们可以用功啊。所以既然缘起啊，把这个空性变成现在就我们现在正报身心意报世界，那一假一切假，所以当下是真空妙有啊，它当体是空有同时的，这眼前进的是空有同时，你要感受到这是大悟，大悟后你就观照，观到最后呢啊，尽智双明，人所双亡，得就是不得，悟了同为悟，打成一片啊，零度一直走回到360度，走到原点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真正解脱了。这时候你心清净了。你以前处事待人接物，有时候啊贪嗔痴，有时候怎么样，通通把你化为菩提了，通通把你化为菩提。所以不改旧时心里处啊。但是你这个时候用出来是智慧啊。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来读般若经典，般若经典哇，这个般若啊，讲了很三般若五般若搞了半天，你去看了三般若五般若搞了。好了，那边你还真的不知道般若是什么？我们眼前都是般若啊！你走回到360度的时候，眼前通通都是般若，只是你日用而不知啊。因为般若是从什么？就是你那清净心跑出来的，染污心就不是般若，就是我们的四智变通了、啊。所以当你这个时候走回到360度，也没有攀缘，也没有不攀缘这两件事，因为你会攀缘，所以才要你不攀缘啊。等到你又知道了解这一万法的真相，它当起一空一切空，这眼前的界你感受它的空，你开始用不攀缘来对治攀缘，等到你不攀缘对治攀缘，攀缘去掉你还有不攀缘，还不是哦，还不是大彻大悟啊，你用不攀缘来对治攀缘，攀缘去掉不攀缘没有了，中道妙心现前，你所有的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吃饭睡觉所有都叫般若啊，通通叫妙智慧啊，以前你所有的作为都是妙智慧，所以嘿，到了你真正向上一路密不通风啊，末后记的时候，那叫大彻大悟，悟了，悟即是不悟，啊，但是你什么都挂不住啊，每天哦，不会说哎呦懊恼啊，后悔啊，没有那回事，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一接触就明白的这个概念，也没有明白就该怎么做，就像镜子照你，镜子有没有说，我一接触就把你照了，照了我就明白就知道该怎么样了，没有啊，它只是很自然的运作而已，那叫般若，完全般若，所以我们日用而不知啊，所以修学真的要修清净心了、啊，心地清净了、啊，般若就现前。你吃饭睡觉都是般若，喝茶也是般若，对不对？处事待人、做生意都是般若，你四农工商全体都化为般若啊！啊，真的四字本是一家人啊，本是一家，要从这样用功啊。所以禅宗大悟，你要知道这些真相。所以为什么真如门、真如实观不容易入，那叫开悟的。唯心是观是用推理慢慢推到某个因缘啊，了解真相。但是你还是要起观照，一五重唯识观，三性三如性，将来观照离相的，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好，所以我刚才在就稍微又离题讲远了，好，我们再回归正题。所以你看《旃茶三略报经》那个前面的卷上啊，它最主要是旃这个。那如果你一定要修，这个真如实观呢、啊，但是你缘不记住，要拜53佛，一直拜到旃茶可以，你才可以修，就会成功。那目的是这里。那《旃茶三略报经》呢，里面也有讲旃世间法，你要去哪里旅游啊？你要去投资啊？你要去美国会不会被传上冠状病毒啊？现在美国冠状病毒很恐怖，每天都是很多人，十几万人呢、啊，对不对？旃茶一下，我可以不可以去啊？会不会很危险呢、啊？哎，那可以，你看，那是《旃茶三略报经》，很多旃茶内容，很多世间法，旃很多种项目啊，啊，很多种项目，可以不可以啊？啊，印度人，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啊，我们中国人用两个杯，用那个想杯饮杯，但是对不对？可以不可以先问一次？可以问，
他达到了答案了，对不对？要三次，是不是这个对？要三次。我在那个观念灵感课里面就写得很清楚。我们菩萨入乡随俗嘛，中国人就用这种方法嘛，用这种方法来问嘛。佛陀讲了起问三尊嘛，那菩萨入乡随俗啊，你就佛法本来就是融在每一个地方都融入地方的习俗嘛。那中国的习俗从古就是这样啊，我能来背啊，对不对？那佛法传到中国，菩萨入乡随俗，随顺我们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那随顺我们，当然可以用那两个背去问菩萨，但是你要用对，你要看我在那个《占察三论微报经》啊，我唱啊，我提倡这一本啊，我把它稍微修正，把里面啊不是修正了、啊，我把里面详注一点啊，那怎么来使用啊？你可以问啊，佛说的好清楚啊。你看我常常讲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啊，他本来是学天台的啊。那到后来他决定我到底要学哪一法门，天台啊他也懂啊，啊净土他喜欢啊，还有其他啊他也喜欢啊，他请示三宝，他的做灸，哇做灸，这个灸佛菩萨给他指示净土。所以藕益大师啊，他住的注解就是藏教怎么讲，通教怎么讲，别教怎么讲，原教怎么讲，他本来就是天台中的祖师，后来他变成净土中的九祖，对不对？藕益大师嘛，九祖，他就问佛菩萨指示的啊。所以我在讲这佛菩萨在阿难问师佛集中经里面说的好清楚啊，你不要去啊问神解咒卜卦什么，有什么问题请问三尊，就是问佛法生三宝，佛之玄通无所不知，你可以问。因为我们初学佛法的问题很多啊，对不对？啊，这对不对？总比你去问鸟好多了，对不对？有点去问鸟啊，那个鸟还要去咬一个什么签出来，对不对？啊、你问佛菩萨，佛跟你讲了，路跟你讲的这么清楚啊，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知道有很多，哎，这个法师他也会用这个灵感课啊，或者是请示三宝指示啊。啊，那你初入学需要这样，等到你慢慢对自己有信心了，你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了，啊，对不对？修行进步了，有信心了，你当然就可以不必问。刚入手一定有很多问题嘛，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啊。但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择入时，是处非处啊，这是我们一般凡夫的习惯啊，总是希望得到功德大一点啊，所以择入择处啊。那处非处是什么？这个地方是。僧团住的地方，哦，这出家人住的，我来这里布施功德比较大啊，那是贫民窟，我去那里布施，他们的业障很重，我在布施给他，不是，他本来就应该受苦的，他业障很重，我的贫民窟去布施，我当然要去找亲近的僧伽啊，那个僧众去布施，他们功德很大，我嘿，这就起了分别了，啊，这反而功德就变小了，因为你心注重功德啊，所以有时候啊，有人来基金会那签功德本。名单啊，要跟他，因为我们这开收据啊，要写功德啊，不能写啊，不能写 啊, 啊，那不能写，一定要写啊，我们要开收据 啊, 啊，那这样写的无名氏好了，不要写，为什么？那、啊、为什么不要写呢？因为这写出来变成阳报了，阳报功德就变更小了，所以不要写功德就大一点了，而且这不是更小了，小字又小，对不对？内心就想贪大一点，这不对的啊，所以啊，对不对？你写的就写了，你根本没有这个心啊，没有这一节心。那一天啊，那个有位法师来跟我谈，我们谈一些事情啊，这里面谈了，当然有一些涉及到一些啊，是感觉上是是非啊，我们不谈是非。我说我哪里跟你谈是非，我谈事实，嗯，我跟你谈事实，你有是非心你才有是非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绑得死死的、啊，我内心，你内心没有是非，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嘛。我谈事实哪会谈是非？但很多事实，你有是非心，你就觉得这个事实把它变成了是非心了。我没有是非心，我谈这个现况就是这个样子，哪里有是非？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心地要正确，心地光明，没有是非心，谈是非就变成都不是什么是非。我代基督安尼，我没有加油加醋，哈，没有加什么，说事情就这样，所以应该要怎么处理才对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要问自己啊，自己心里没有是非，谈什么都没有是非啊。你有心里有是非，谈事实都变成是非啊，给自己找麻烦干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啊，这很重要，我们重要的概念呢 啊。所以啊，不择入时，是处非处啊，也复不计机警风乐啊，啊，也不会说哎呀，现在是
激情的时候我就布施，啊，现在是疯落的时候我就不布施了，因为大家都很疯落。在激情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富有的人，啊，在疯落的时候有很多贫困的人，所以人家说景气作败，那景气很不好的时候也有人发大财哦。你只能他发景气不好的大财，对不对？有人景气很好，也有人倒闭啊，在景气很好的时候倒闭啊，啊，招楼也是很多，啊，所以你还是要看啊，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布施啊。你看那个，人家不需要帮忙，你当然可以不要去布施啊，不能说是人家不需要帮忙，还硬是要塞给人家，这个人家当然会不欢喜啊。那但是你在景气很好的时候，有些真的很贫困呢，啊，当然是需要帮忙啊。比如说景气很好的时候，有些山上啊，我们台湾也是山上啊，那个儿童的营养午餐啊等等啊都很困难啊，你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去布施啊，啊，所以啊，这个野户不计饥馑丰乐，啊，这都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布施的环境，啊，不要在那里起分别啊，不见因果啊，啊，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啊，不在那里分别啊，还有布施给众生，布施给这个人类啊，给布施给这些猫啊狗啊什么啦，啊，这功德更大，所以不要去看我布施的因呢，啊，将来会得到什么果啊。啊，那或者是此非众生，此是众生，此是众生，此非众生啊！啊，布施给众生有福啊，布施给众生没有福啊，非众生无福啊，非众生。比如说，你看到一棵树木，啊，已经快干了，对不对？啊，干了就干了。如果我们是有菩提心啊，这树木它也是生命的，啊，我们就给它浇个水，给它送个什么啊，给它帮个忙，这也是。也是一种布施啊，这是布施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好清楚啊，出家比丘乃至于啊，在古印度他们出来托钵啊，他们都住在啊比较这个树林里面啊，离市区远一点，走路大概要一个多小时这样以上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要走路出来托钵，然后跟大众接触，然后再回到这个树林里面啊，大家在一起在吃饭。所以他们要走出来啊。那印度呢，古代那个砂石路啊，太阳一晒很热啊，啊，那但是砂石路旁边都有很多草啊。那个比丘他不踏生草，他认为这生草有生命，所以他亲口脚踩在那个烫烫的砂石上，很烫啊，哎，他不忍心踏那个青草，因为他觉得青草有生命啊。所以那非众生，你看他这个慈悲心已经涉及到这只青草树木啊。我们也一样，我们这个布施心越来越增长，你也会想到这些青草树木，他们都是啊，都有生命啊，都跟我们一样啊，自他之间不可毫端呐，一就是一切啊，所以他不去分别，此众生非众生，这是福非福啊，平等普施啊，所以我们学菩萨道的布施，入手先从这样来学习啊，虽富不见施者、受者以及财富，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思无有断及啊，啊啊，同时也要什么呢？不见能布施者，以及受你布施，以及你布施的财物，为什么化为本分事啊？不会把它记在心上，这就不会放在心上就对了。布施好了，不会放在心上，这本分事的事情呢，每坑的心埋了啊！我做了多大的功德啊？我做了怎么样啊？所以啊，我们现在我要教大家。不要写了凡四训，写了通通记下来，我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好事，这是世间的福啊，变成世间的有漏福，虽然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不对？我们也要提升，把了凡四训的境界再提升，那只是度人天佛法，人间啊，改变命运啊，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基础而已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大波涅槃经，我们要学习这里所教导我们。啊，不见施者、受者以及财富，不要说我做了多大好事啊，怎么样了，对不对？你通通记下来，那就变成有漏福报嘛。啊，把这个功德变成了福报了。我们要把福报变成了功德，那就是什么？要消归自性，增长我们的性德啊。所以菩萨的名号都叫做修德啊，修德成就就是性德，性德就是诸佛的名号啊。啊诸佛里面常精进佛，菩萨叫常精进菩萨，他一直在用功。到了成佛的时候，他常精进佛是什么？成佛，人叫初住以上都可以成为一切诸佛了。啊，他行菩萨道，无功用行，普入法界，
啊，抛头颅、洒热血、建立净土，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啊，这个本尊毗卢遮那如来，你看他创造了啊无量劫，创造了莲华藏世界庄严国土，莲华藏世界非常大，23000啊100个三千大千世界，莲华藏世界有这么大，有23100个。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我们这个光明遍照自然，啊，光明自然遍照世界种，这世界种这个倒三角形有210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因为一个世界庄严世界海有111个世界种，一个世界种有210个三千大千世界，你一乘就知道23000。310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是在光明，这个自然光明，庄严世界种里面13层，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啊，就只有这个，这个我们莲华藏世界庄严海，就只有这个的13个，13层，第13层，光明遍照，光明自然遍照世界种的第13层。这13层全都叫做娑婆世界，这娑婆世界有13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我们这娑婆世界有13个三千大千世界。你想想看，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1000亿星球啊，你乘以13，有1300亿个星球啊。所以你修行如果修得好，但是你烦恼不能扶住啊，你还是有打妄想，还会想些好的，有的没有的，你会打妄想。你到了那个，你跨出这13个世界。这13个娑婆世界，你跨出去，任何一个世界都透明世界，都是净土。你心想什么，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讲悄悄话都不行啊，对不对？哈，人家都，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天眼测见了，你根本是个透明的世界。所以我们娑婆世界是人心隔肚皮啊，对不对？知人知面不知心，其他通通知道啊。我们这13个是特区啊，所以很多菩萨喜欢来我们这里修行啊。当然，这里立誓练心啊，修忍辱波罗蜜啊，在这里教修。菩萨道的教化众生啊，因为1300个三千大千世界够大了，也够多了。那你修行，如果你层次超越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人心，比我们你看我们现在人心呢，啊，斗争激烈的啊，非常的这个奸诈啊，互相啊这勾心斗角，非常的奸诈。所以尤其到了我们这末法世界，你要修行就更难。我今天看了《联合报》，《联合报》里面写了一个，我看了有没有眼睛看错。我还揉一揉，哎，对呀，写对了，写什么？你知道？啊，养老防儿，你养老要防儿。我们以前是这养儿防老，对不对？啊，现在养老要防儿，因为什么呢？啊，上面写的说，因为现在退休金呢，有的都不够用，退休金不够用，啊，你要防止儿，防儿，对不对？啊，把你的钱给偷了，对不对？海里没有老本了，对不对？所以，《联合报》今天登了，你们去看了，就写了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那如果他方世界比我们这里好了，他比较差了，但是他烦恼没有福啊，他没有办法到净土，也许就升到我们娑婆世界差一点了。那我们这娑婆世界，如果能修得好的啊，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境界好一点的，也许就升到其他世界哈。1300亿个世界，一定有一些科技比较发明啊，比较高明，生活比较富裕。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啊，外国总统都证明了他们接触过外星人了。你有没有看电视报道？他们证明他们接触过外星人了。他们那外星人还告诉他，你不要讲，怕引起人类的恐慌，是外星人了。你看，这外星人都是离不开这1300亿个三千大，这1300亿的我们这娑婆世界了。因为太远了，他们回不到啊，对不对？那1300亿已经够大了，相当大，他们来了，他告诉我们，你看他因为心无高啊，他不会来啊，来侵占我们。他说，你不要告诉人民，他们会紧张啊，不要说哦有外星人，让他们紧张。但是确实有接触到。电视讲的，确实有接触到。如果我们的心量比较好，
啊，比我们娑婆世的心量提升，但还不到透明的光景，对不对？你还不能圆福烦恼，还会打妄想，还有些无为薄的思想在。也许你境界提升到不晓得哪个星球去投身，那个星球，哎，因为在世界里面，在我们心性里面没有距离啊，根本没有距离，没有时空，没有距离啊，意念感应就到了，完全感应到交的，一下就到了，到了那世界，那个世界也是科技很发达，对不对？然后也许。你想到、我以前好像住过地球，再回来看看都不一定了，对不对？这不一定了。我不是在随便讲讲啊。我们这有1300亿个星球、不得了啊！你看，这都是娑婆世界，这里面有比我们更差的，也有比我们更好的啊。那差的你又掉下去了，更好的你又往上升啊。所以、这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就叫莲华藏世界，三莲华藏。毗卢遮那如来创变，所以菩萨要发大心，一直是一直啊。到了我刚才举这个常精进菩萨变成常精进佛的时候，他还是啊破一分根本无明，正一法法身，就可以成为一切诸佛了。他还是累生累劫生生世世行菩萨，他广度一切有情啊，庄严佛国土，他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土。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本尊啊，我们的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是应化身的，他的本尊就是毗卢遮那如来。我们的莲华藏世界，藏在莲花里面的世界啊，娑婆世界也是一样藏在莲花里面，莲华藏世界啊。所以世亲菩萨说得好清楚啊，他说啊，莲华净土法门称的叫极乐世界。华严经里面讲的叫莲华藏世界，密教讲的叫密严世界，三个同一个地方，世亲菩萨讲的，你们可以查查看，同一个地点、那同一个地点，你看，啊，是这个毗卢遮那如来翻成中国话叫什么？叫光明遍照如来，啊，阿弥陀佛叫什么？无量光如来，啊，那密教的那个密严世界的教主叫什么？大日如来不是都无量光吗？意义完全一样啊，所以你自己去想啊，那所以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你要精进走佛途径啊，佛法只有个缘起是真理啊，佛法只是悟缘起的真理，大家都是空性，虽然是缘起，虽然是现在是有，但是它体现它的空性嘛，一家东啊，它就是空的 啊，你的怎么的缘起，它可能变成现象的有啊，就好像你做什么梦，那个梦境都是空的、你没有醒不知道，醒了就是心体啊。所以你醒了，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是佛性了。你要很清楚的感受到，这真的是大悟了。你悟了，你观照起观照，你心里动，这是康呢，有什么好攀缘呢？所以你用康呢，不攀缘去破攀缘，攀缘经破了，你还存了不攀缘，那还是不离四相哦，还是在自尽我相、人相、众生相、色子相啊！你没有入末后际啊，你没有入向上一路密不通风啊！你用不攀缘去破了攀缘，攀缘先破了，不攀缘没有了，那就入末后际了。因为不攀缘的末后际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末后际了啊！连攀缘不攀缘，啊，通通离下来。所以为什么石头西迁和尚说要这个要开悟渐进大彻大悟啊？他怎么讲？怎么也不得，不怎么也不得，怎么不怎么都不得，你怎么入啊？那就是什么？一定要放下啊！你走了身，走了啊，见一切法有身，告诉你一切法无身啊，用无身来破有身，有身破了还不能有无身意啊，无身也通通放下来，不能说还有个缘起的无身意，两边都离了，看到实相现前，身就是无身，它当体就是真如，当体就是即空即假即常，即空即假即中，当体就是如来藏变出来的。所有的体性的如来藏，所以你看如来藏变出这些东西出来，这些东西哪有名字的？当然是离名、离字、离事、离事啊，言说不可及啊。你就问答，一个康显的密啊，还有什么问答？就是你认为有，才有那么多的名相，那么多的问答，那么多的疑惑啊。所以了解空性，是步入解脱的一个很大的方便门呐、你才能够真正放下、而真入世门比较难。但是我们还是就是从菩萨道讲的入手，积功累德，培养你的正能量，到你因缘成熟的时候，忽然一刹那你就理解了。但这个中间啊，我们戒教五种还是需要有经典的程式啊。所以我为什么开《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八识归集颂》《大圣起信论》《楞严楞伽》啊，然后《维摩诘》《所说经》，最后《大般涅槃经》，这里
戒教悟宗，了解这个真相，然后起观照，最后慢慢慢慢你才会真正能够开悟自信啊。所以这个以及啊，虽乎不见失则受则及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断乃至不见断灭啊，果报是将来啊有果报啊，就能失的果报，不见了有无两边都放下来了，而常行是无有断绝啊。所以啊，我才讲啊，常行是而无有断绝，所以我们要我们学到大般涅槃经，要把我们学习了凡四性境界提升，不要只像了凡四性还记得那么多哈，我记得我做了什么好事，每天做了什么好事，对不对？烦恼不能断啊，虽然改变命运了、烦恼不能断啊，烦恼不能断。了凡四性他只是没有讲啊，没有跟我们讲啊，他只是讲了凡四性啊，他应该再加一个什么，哎呀，诸位大德啊，家家有本难忘的难念的经啊，我了凡四性也是如此啊，哪个人脱离这个脱离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把它脱离掉，唯有学菩萨道，了解空性，了解根本无生，啊，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啊，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底下说，善男子，菩萨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失啊。若不失，则不具足谈波罗蜜。所以菩萨修行的发心呢、啊，一开始就在看，这个持戒这个破戒、这个是不是装的？而且你的 gay 啊，这个是可能是什么的？诈骗集团的这个什么？到最后，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有自私自利，本身就有贪欲心，所以你常常这样思维，到最后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诈骗集团，对不对？啊，这里款嘛怪怪的，这个也歪歪的，这个也怪怪的，到最后你一毛都不肯布施了，就反而、对不对？反而没有办法增长你的布施波罗蜜啊。啊，你倒不如你刚开始好，对不对？我看到、这个可怜啊，我就给啊，那大家才有平等布施，哦，一样平等布施啊，然后布施的三轮体空，布施完了要本分，化为本分事，慢慢慢慢你再用功精进了，到了某个程度，你有智慧了，你有智慧了啊！有时候啊，以前被人骗了、要你去帮他跑腿了，帮他办什么了，办什么文件了，办什么了？哎，你有智慧了，你了解啊，了解。这个啊，你不懂，我就带你一次啊，你后卡后去啊，我带你一次，以后你自己来啊，你这样老是常常要人家这样，以后你会啊披毛戴脚还，对不对？你又要还啊，这不是我帮你而已啊，你要是哈、这个法界的利息不是三分而已，人间只有三分利啊，法界的利息比三分还恐怖啊，对不对？我曾经讲过，一个戒指这么小还了一张牛皮，对不对？半个包子还他供养三年，有没有讲过故事？哦，这个利息很可怕，所以啊，要告诉他，要开始法师告诉他，啊，那明明知道这个是诈骗的，他明明是啊，卡好球，还装了一个什么什么义肢啊，怎么在那里？哎，你知道，因为你经常碰到啊，而且你也确定了，哎，啊，那你还有什么？哎，给他一本书啊，我跟你一样布施给他啊，你给他那这本书你要看哦，你要看。你一定要看这本书啊！看了以后，你下次碰到我要问你，你看了没有？对不对？你看了以后，我还布施给你一点。如果你没有看，你答不出来，我一毛都不给你。你要看了、那里面讲因果啊，讲因果，这个诈骗的因果将来可怕，到地无间地也跟挂机呀、对不对？也去被人家受那无间的刑啊，会受什么？法师开始了，教化了，法师才是，因为你已经悟了。那这个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有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啊，你晚上了，到晚上啊去吃个宵夜啊或怎么样啊，而看到有人家他穿了袈裟衣钵啊，就拿一个庆还在那阿弥陀佛还在那里，对不对哈？那我们刚开始通通给一样给哈啊，那到了慢慢你理解了，你就说晚上好像要精进用功，佛教应该是那你要给他，你不给他就给他。给他讲这些道理，他也会气呀、对不对？给他啊、这个佛教，我记得我一个师父跟我讲他说佛教都晚上都在睡觉啊，都是这个十点到两点都睡觉啊，你怎么十一点还在偷播，就怪怪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还是给他，佛教应该用功啊。如果是
白天啊，你上午脱钵、啊、那还有点道理。三更半夜就十二点多，11点、10点都还出来脱钵，好像怪怪的啊，对不对？这是不是我师父好像这样跟我讲过啊？你就会有智慧去应变啊。但你一样要给他，因为你不给他说他还在发脾气啊。啊，你给他啊，对不对？拿了人家的手短，对不对？对不对？吃了人家的嘴软，一直看拍这个你躲一下，对不对？你就跟他讲啊，这个。你啊，如果你晚上要出来，最好啊，你穿个便衣，不要穿这样啊，对不对？你就真正穿个便衣嘛，当个乞丐就好了嘛，不要拿那个穿着袈裟还那个锵锵锵啊，这样人家误会，那佛教形象都给你破坏掉了。你到了有智慧，你就可以讲，所以那是经过你前端的这个布施啊，对不对？哎，慢慢有智慧了，有智慧你就有信心。你刚开始你根本没有智慧，就要开始选择，到最后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诈骗集团，你一毛钱都布施不出去啊。然后人家说你有没有布施？哎呀，我看每个人都诈骗集团，弄 gay， 你怎么行菩萨道啊？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他这个说，若不布施，则不具足禅波罗蜜啊。你不这样慢慢逐步提升，你先从这个事项上的布施、外财布施，慢慢你有智慧，你也可以帮人家服务，帮人家服务，同时教他，哦，你应该自己去跑。那我教你，你不懂我教你，我教你钓鱼，我不是叫你拿鱼来养你，我教你钓鱼，怎么自己去用功，我教你，啊，教你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能老是靠别人。你要讲这是有因果的，因为你已经懂得佛法了，你就开始可以财施法施无畏施，同样是外财布施，里面可以加上内财，加上无畏施，加上法施，通通融进去的。这个时候你真正在行菩萨道，啊，你真的有功夫了。啊，刚开始稍微吃点亏还不要紧，我们就等于哎呀，这个学习嘛，我在学习菩萨道的精神，平等布施，啊，不去讲说一开始在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想。嗯，这个是不是好人？这个、是不是坏人？这个有没有功德？这个有没有持戒？这个有没有破戒？啊，今天是不是良辰时日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啊？你不要去分别，这个平等布施。等到你慢慢学习或知道有智慧了，你有判断了，你要把法事加进去，你就可以财、内财、外财、法事、卫事一起用，一起应用啊啊！该讲的时候再讲，但你要讲他，一定要先给他一点东西，然后开始教育他。告诉他，哎，你应该这样。我，但是你不能说是我自己想的。我说，我师父告诉我啊，我师父是告诉我，我师父啊，他告诉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师父告诉我，现在应该这样比较对。但你东西还是给他啊。那如果你不这样讲，拿一本书给他看，里面讲因果果报的报应啊，让他去了解啊，对不对？那个有一句话叫什么？天下没有白吃的什么午餐，那，你总是要还的。而且又带利息还的啊，所以不要说我们在家居士，你看古德教化他的弟子啊，出家的弟子怎么讲啊？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对不对？啊，如果你不用功精进，赶紧能够修行帮助众生，将来什么果报？披毛戴脚还，有没有？有没有这个因缘果报？所以这个是到了你真的某一个因缘的时候，三思一起来，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那刚开始菩萨入手，啊，就先从外财布施比较容易，所以你看了这个会觉得，这不是一开始就这个布施不是学了以后，那不是什么都没分别了，不是这个意思。入手要这个样子，佛法里面纯粹是智慧啊，所以你要看出这里经典的重点在哪里啊，它纯粹就是智慧的应用啊，所以我说啊，智慧的应用，你看。我们现在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啊，世间法叫你啊，这个恶啊，这个善啊，在那在分别；出世间法叫你破啊，这个世间的善啊，这个叫你解脱啊，叫你离苦得乐，都解脱啊。但世间法有善恶法，出世间法有涅槃寂静法，还有涅槃寂静，还有菩萨大法啊，六度万团慈悲喜舍这么多，但是这些啊，通要放下，通通要放下，你看这。啊，通通要放下，啊，善法、恶法当然要放下来，善法要放下来，那出世间法、四圣地，啊，要放下来，十二因缘也要放下来，六度万行也要放下来，毕竟唯有一法可得，你看，那剩下是什么？那就是世间法、善恶放下来了，出世间法也放下来，那剩下是什么？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
一接触马上就知道这什么事情，般若就现前了，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一点都不懊恼，就像镜子，忽来忽现，汗来汗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你看，我说啊，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个禅家的那种哦，上根立志，这样一下子就进入，我们聚焦五重，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最后你还是入这一关啊，这一关叫什么？一即妄所知啊，更不假修持啊，一即妄所知，世间的善恶法死掉了，妄所知啊，世间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忘掉了，妄所知啊，啊。更不假修持，没有东西好修啊，它本来具足圆满的那是全修啊，所以但是你要透过你的全修，我刚才所讲的修习的次第，还加上你布施等等的用功，到了那个因缘说你一样入啊，所以楞严华严经说的好清楚，但观世界因缘，世界因缘一到，如忘了突然想起来，如失掉突然得到了，方解此物不从外得啊！原来你所有的智慧、般若智慧，所有你的体用都在你自己一心上啊！哪有世间呢这么多的过程呢？你这个时候才知道，世间的恶法、善法都是过程啊，善法也是恶法了，也善法也是过程，把你割得你动弹不得。我告诉你，世间法也处处众生一样啊，两边都使他计较什么？一即妄所知，四处世间法一起放下来，啊！更不假修持，不需要修持，因为它就是真理的化身。坚韧心四出世间法，一切放下的时候，坚韧心就是真理的化身，更不假修持。动容养古路，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跟古圣先生一样、啊、你的行为一样、啊、外面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你的行为是跟古圣先生一样、啊、动容养古路啊。不堕悄然机啊，不必在你的谈闲说妙、说空啊、说世界啊、说什么，不需要谈这些了。啊，是不是不堕掉人机，声色外威仪啊，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啊，行住坐就是外仪啊，四方达道者啊，如果跟你是同样的，大家都是这样，都是同门的、啊，都是一样的，啊，显现上上机啊，你显现出来一佛圣的、啊、上上机啊，所以就是四处现在两边放下的时候，剩下就是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或者法身就是你清净的心体啊。清净心理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他一接触，马上就现智慧。所以我说，我们要日用而常知啊。这个一接触，每天在什么行住坐卧、处处待人接物，哈，啊，这个那吃喝拉撒、行住坐卧，全部都是啊，哈，都是你这清净气体现在借的这个身上的假体在起作用啊。所以即法身、即般若，就是智慧啊。那因为你知道它当下就是空的，对不对？你经过你透过你的观行到这里一即妄所知的时候，那当然解脱啊，挂不住啊，那是零度走了一圈，回到了360度啊，悟即是不悟，得就是不得，但不是不悟而说未悟啊，是悟即是不悟，得就是不得，不是没有得啊，是得就是不得啊，因为零度跟360度在同一个点、啊、但你以前是。用的是心意识的分别啊，灵意识是什么都黏在心上啊，患得患失。哎呀，我这句话有没有讲错？我这句话不会造业？我这句话会不会怎么样？在那懊恼，在那后悔。到了你这个时候，根本没有这回事，弄该断了，解脱了，解脱自在了。为什么？他般若现前了嘛，他的具体大、具象大、具用大。佛教你证的这个最重要，这三德涅槃，你已经证的三德涅槃了，所以你透过你的修为才能够入啊，你看。我告诉你这个、啊、那这是我们心性的东西啊啊，所以这个所以若不布施则不具足谈波罗蜜 啊，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起步开始，慢慢一来啊，越成熟你就可以内财无畏师法师一起应用的非常圆融，这样的应用的圆融，你才能够真正具足禅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所以不是只有财务布施啊，你财务布施只是其中的一项，这里举的是外财，如果你外财都不能做，那你当然就更不能具足啦。所以若不具足禅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哈、啊，所以你要是这个不能具足这个布施波罗蜜，则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看在金刚经里面就举布施波罗蜜跟忍辱波罗蜜这两样很重要啊。
布施波罗蜜啊，在坛经啊，菩萨无住相布施，布施波罗蜜，就忍辱波罗蜜，要一切法得成人，这两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请看底下经文：善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属亦令安稳，未除毒故，既病良医而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处。我今当官，如是毒箭从何方来？随之所射，为是利刹帝刹利刹利婆罗门毗舍娑陀护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竹铁者何也所出？刚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鸟翼？乌雉鸠耶？其有毒者为虫作生，自然而有，为是人毒蛇，啊，为是人毒，恶蛇毒耶？如是痴人，竟不能知，行遍命中。善男子，菩萨亦尔，若行施时，分别受则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啊。若不能施，则不能具足禅波罗蜜；若不具足禅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所以佛陀最后举个例子啊，一入手，菩萨一修学入手，一开始就那里起分别，这个有没有功德？这个、有没有持戒？这个、有没有破戒？啊，这是不是清净处？是不是贫民窟？这个有没有道德？这个有没有德行？啊，这是假的或者真的？你在那起分别了，那你到最后，你看每个人都怪怪的，每个人都好像都有问题，最后你一毛钱都不是了，算了，还是自己用吧，对不对？啊，最后变成啊，根本连布施你的布施的心都生不出来了，给自己做了很大的障碍。所以佛陀就做了这个例子啊，就好像有人被毒箭射了，人家来跟他医生来给他医疗，把箭拔出来医疗啊，啊，把这个毒箭毒除掉，把这个伤口医好，不要让它发炎。哎，他竟然说：“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我要先了解啊，这个箭是什么地方射来的啊？啊，这是刹帝利或者婆罗门或者啊，刹帝利族或者婆罗门族啊，或者毗舍族或者娑陀族，这四族是哪一族射来的啊？啊，护作是念这个箭柄，这是木啊，或者竹子啊，或者柳啊，柳树啊？那箭前面那个铁啊，那个金属啊，啊是哪里铸出来？是刚性的或者柔性的啊？”那个箭的羽毛是什么鸟呢？是什么鸟的羽毛啊？是乌珠啊，或者是鸠啊？啊，那这个毒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啊？从地方什么地方做出来的、啊？是人做的毒啊，或者毒蛇啊，或者毒物起的、啊？如是之人呢、啊，竟不能知啊，行遍命中，他还没搞清楚的时候，已经中毒身亡了。所以你菩萨道刚要学布施，而且是最容易布施的这个外财布施，如果你连外财布施一入手就这样的起分别，终不能施啊，就像这个人最后命中啊，中毒命中一样啊。所以善男子，菩萨亦尔，若行施时分别摄则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若不能施，则不具足檀波罗蜜；若不具足檀波罗蜜，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佛陀这几个例子，所以佛陀很慈悲，一段经文完了以后就举个例子做说明啊，来让你理解。当然我在这里面解释经典里面，我会把它加入一点比较深奥的，让大家慢慢去体验，慢慢去理解啊，把我自己这样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修行这条路子啊，一步一步一步感受到了，我都讲出来。我讲了很多都是我自己体验的，都不是说从哪一本书讲出来给你们听的，自己这样走出来行持，这样用功。所以华严经讲的还没错啊，啊，但观十界因缘，十界因缘到的时候啊，好像忘了，突然想起来，失掉突然得到了，欢喜起悟，持悟不同，不从外得啊。你要知道这个寂法身、毗波罗蜜、寂解脱啊、波罗等等啊，不是在外面啊，是你的心性啊，是你粘太多的这染污物啊，连世间法、连出世间法这两个通通放下来，剩下的就是寂法身、寂波罗蜜、寂解脱。哈，你没有放下来，不是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通通放下来。所以世间法是什么？是障涅槃。世间法你不能出三界、啊、出世间法是障什么？障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就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即法即体大、即相大、即用大，就体用不二啊。
所以两个通通放下来说，啊，你看那古德，那智慧善根立志，香莲和尚一即有妄所知啊，更不假修持啊，动容养古路啊，不堕悄然机啊，声色外威仪啊，智方达道者，闲言上上机啊。他这个句子，香莲和尚寄给龟山禅师一看，哎呀，香莲和尚彻悟也啊，马上为他引证了，然后看到那个都很羡慕啊，啊，那香莲和尚也是一样啊，他善根立志，读了很多四出世间法的书啊，啊，那后来碰到龟山禅师，龟山禅师说，我什么都不问，啊，平时学解我都不问，不要问这个佛经里面的这些解说的道理，父母亲未生前面目道一句来。父母亲未生前面目，简单讲，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即解脱就是体用嘛。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那是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三德涅槃了，他讲不出来啊。后来他觉得一下子上，哎呀，顿脱了，悟出来了，一起妄所知，世间法妄了，脱离了，哈，三界的轮回，因为他世间法是障涅槃，所以你善法修的善法还在，你障涅槃。出世间法是什么？障无上菩提，哈，对不对？你有法执啊，所以菩萨修中观呢、啊，还没有正法身呢、啊。中观虽然能够一西两边分别执修中观呢、啊，对不对？双照空有，双遮空有，但无上菩提没有开出来啊，因为他有法执啊，他不离四相，啊，最后的自尽受者相没有离啊，啊，所以要记得、啊，真的，这本经就告诉你啊，开悟见性的经典啊，这讲的最好啊。好，我们接下来请看底下这一段啊，这段内容就比较简单了啊，我们大概念一下，大概解释一下，大家就懂了。护持善男者，菩萨摩萨行布施时，于诸众生慈心平等，犹如慈祥；又行施时，于诸众生起悲悯心，譬如父母瞻视病子，行施之时其心欢喜，犹如父母见子病愈。祭师之后，其心放舍，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存活。是菩萨摩诃萨于慈心中布施时时，常作誓愿：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知，于是因缘令诸众生得大智时，劝进回向无上大圣；愿诸众生得善智时，不求声闻缘觉之时。愿诸众生得法喜时，不求爱时；愿诸众生悉得般若波罗蜜时，皆令充满，摄其无碍增上善根。愿诸众生悟解空相，得无碍身，犹如虚空。愿诸众生常为受者，灵敏一切为众福田。善男子，菩萨摩萨修持心时，凡所施时，应当坚发如是等愿啊。你看，他在施布施修十布施的时候，同时做慈悲观，慈悲观。你看他这次观想发这个愿，就做慈悲观了。除其无利益事，给他无尽的大利呀、啊，这个修行啊。所以，啊，接下来佛陀就告诉迦叶菩萨：善男子，菩萨修布施的时候啊，与众生慈心平等，就好像给自己儿子一样，啊。对自己的独子，对自己的儿子，我们能够体会啊，我对自己的儿子啊，希望他赶快长大，希望他啊能够健康快乐，我什么都愿意牺牲啊，我们都是这样啊，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但其实呢，在佛眼住他之间不隔毫端啊，所以佛陀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啊，啊，他看到我们说，我、哦、就是你啊，你就是我啊，啊，但很难过啊。那现在你不是你啊，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啊，因为什么？他已经入了一心了，我们还在，嘿，还有我法二执、啊、不能融进去啊。我们本来就是一心呐、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啊，就是你自己一心变现出来的、啊，一心变现出来。因为你在本来在一心里面，因为你的一念不绝心动，往外一缘，所以无量劫的结了无量无边的缘，所以现在一心变成了你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你的依报世界变成了，还有你的亲朋好友，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的时空背景等等，这都是你一心的东西啊。啊！但是你有我法二执，你总觉得，哎，这就是我的正报身心，我的依报世界。你在这里面有得有失啊。等到你真的我法二执一破了一心，一入了一心以后，你这个执着一破了，入了一心以后，整个法界都是你，
这法界只是一心，这一心便见四法界，啊，所以啊，我们跟诸佛如来、跟十方菩萨、声闻缘觉，乃至于三恶道，包括到地藏众生，大家同是一心，同在这一心里面，啊，那只有佛究竟十地菩萨最能完全的合乎一心里面。那十地菩萨还有良品根本无明，因为十地菩萨是果地劫。那诸佛如来这十方法界，他一念心体啊，长极光土，生土不二啊。就像平静的水面，那导引就是水啊，所以我们都是在，佛陀说，你就说我就是你啊，我们就从一心啊，佛陀也是从一心啊，就一念不觉心动，变成了凡夫的，然后修行就会回到一心回去而已啊，而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从那一心里面一念不觉心动，变成一个个体户啊，那现在佛陀就叫我们怎么回去啊？回去整个法界就是你，这法界里面没有时空。法界没有距离，法界是缘起，你跟什么地方相应就缘起就相应了。所以有的人啊，有的人真的啊，你看在我们这人在这个世间，有的人哎，他走了以后，他再也梦不到他，再也不会怎么样，说明他不知道升到哪个星球去啊。真的不是不一定在我们这，在我们这个地球啊，不一定啊，说明跑到这1300亿的不晓得哪个世界去了，所以很远很远，他也不哈，再也没回来过啊。真的就这样，这世界没有距离啊，没有大小，没有距离啊，都是缘起啊。因为它本来只有一个啊，一心一个啊，啊，它都没有距离啊。你哪里呢？它一下就到了，没有时空啊。所以菩萨的无量百千，啊，万亿化身，再远它一刹那就到了，同时都到了，没有障碍的啊。或者世界不可思议啊，都是一心。所以啊，以诸佛。以诸众生慈心平等优如之想，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不是自己小孩容易体会啊。说你就是我就是你，我们不容易感觉啊。他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啊？你是你，我是我啊，你是佛，我是凡夫啊。跟你讲，哎，你就是我就是你，我们就很难懂。跟你讲，你就是我的独子，哎，我很乐意帮助你，这大家都听得懂啊。所以又行施时，以诸众生起悲悯心啊，就好像父母瞻视病子啊，啊，父母亲。看自己照顾自己的病子啊，往往孩子生病把他照顾好了，自己病倒了，因为他用心啊，非常用心啊，用那个关怀心、操心、烦恼心，就生病的人他已经生病了，他没有在操心，他接受人家的照顾啊。可是照顾他的父母是很操心、很烦恼啊。结果照顾这人他病好了，换父母病了，为什么？因为他操心过度啊。所以真的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要有世间事不要有世间意啊。我常常劝大家，个人都有个人的命运、啊、每一个人有他的命运，你操心的没有用啊。这叫他多修点福慧啊，你可以帮他一点回向，回向的力量是有还是很有限，自己修才能够 改变啊，自己修最重要啊。那对不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该来的他还是会来，你操心他还是不行啊。他是福的话，他自然你看起来眼前好像有困难，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说不定他这个完了，这个过去以后，哇啊，那、这个大放光明都不一定的，所以你照顾就好，啊，不要太操心。木鱼囊龙鱼都有他的命运，每一个人，哎，我们那个八字啊算下来，那是那是统计学，那是统计学。我们那个命运都是你前身的业力显出这个命，所以啊，万般皆有命。我讲到啊，不是冠状病毒，那个呛到啊，真的、啊，这个都是我们前身的业力啊，它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业力自己改啊，要自己改啊，啊，所以命算得准的，嘿嘿，就可以把你这一生什么时候什么什么什么都把它算得很准了、啊。因为那是根基的业力啊，所以万般皆有命啊，对不对？一点不由人，哈、啊，万般皆有命什么？你自己造，但是改变这个命运，啊，众生定业佛不能转，自己转，啊，自己用咖啡加糖原理把它转化，就两凡四心这样把它转化。但因为他住的功德相，这是比较遗憾一点。不要住的话，就转入菩萨的功德了，变成菩萨道了，啊，所以不要为这些事情操心。但父母会操心自己的。子女啊等等啊啊，就子女病好了，父母生病了，所以像父母瞻视病子啊，
那一样啊，起悲悯心啊。说其行事之时，其心欢喜，又母见子并立啊。所以行事的时候很高兴，看人家拿了你的东西啊，拿了你的食物，拿了你的财物啊，你看他很高兴。就像你的儿子啊，你拿饭给他吃，他把你吃光光，你拿什么给他，他把他吞下去，吃了营养品，你很高兴啊，像父母见子并立一样啊。祭司之时，其心放射啊。啊，你父母亲给儿子东西啊，施给儿子东西，那真的不会记在心上的，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连本分事都不要想，对不对？理所当然，连理所当然都不需要，因为他法如是嘛，父子连心嘛，一样啊，所以其心放肆啊，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些事情，觉得这是应该的事情啊。所以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存活啊，啊，就好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能自己存活一样，很高兴的。所以我们要布施，要学这种心态来布施啊，菩萨的布施，这样呢你才会不断的增进，才能够啊由纯粹的外财变成了再加入了内财，舍你的智慧，舍你的身体来帮助众生啊，然后再加入无畏施，最后法施真正能够接引众生修行佛道啊。好，今天我们就能够讲到这里啊，因为底下就是这个从布施食物，然后布施饮料，然后布施这个车子，布施的房屋等等，没有了布施怎么观想？这是观想，观想慈悲啊，除其无利益之事啊，然后来增长大利益啊。那、啊、这个底下的观想，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说明啊。今天就讲到。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存活，到这个地方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